蓝绿色轿车路口左转，一台直行机车高速冲了过来，两车蹦一下撞上，骑士当场喷飞，抛物线飞落车前5公尺。蓝绿色轿车逆向横在马路上，这台车是驾驶租的，第一时间他以为是骑士闯红灯才会发生事故。在海洋大道跟国际街口发生碰撞，导致正兴男子受伤就医。实际上骑士没闯红灯，是租赁车驾驶没有注意到号志，违规左转害撞骑士飞起重摔，还在医院救治当中。绿灯才走，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。同样违反号志的还有这名女骑士，她沿着崇德路的方向骑，闯灯撞上白色轿车，害对方失控，自己也撞摔躺在斑马线上。我感受到就是左侧有撞击，然后我车子整个在有点在打，要打转。白色轿车被撞后偏移逆向，迎面撞上机车，人车分离，车子被推撞往前，双载的两人瞬间飞了出去。倒霉的两人被撞飞，全身伤，口罩满是血，机车更是烂如废铁。女骑士违规闯灯，自己受伤，还一次牵连三人，害人又害己。这是文丹警陈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